大家好，我是老师，今天我们来玩这一款游戏叫做 Evolve Stage 2。今天我们来邀请一个玩家，他叫奥斯卡。有。好吧，我们话不多说，先试玩这款游戏吧。哦，好，我们到了。哎，今天有几个地图，就不懂老师要哪一个。哦，我不懂哎，我第一次玩哎。没关系，我们随机。好吧，随机吧。接受吧，我都不懂在玩什么啊，什么东西啊这些。哦，我们两个选好了。哦好，为什么我看到你那边写一个03的，你是第三等级了吗？嗯，第三。哇，不行哎，我才一等罢了。老师，你下次要做怪。哦好啊，你要杀老师吗？怪物。一只罢了吗？嗯，四人对一只怪物，一只都这样难打。哇，完了！我看我第一波。Any chance we can stop this one with minimal damage to the subject？ 看呢，我要看看啊。Little girl wants a trophy. I have some postmortem tests I want to run, you giant jerk. There's so much we don't know.For all we know, these critters are just overgrown farm animals. Let's see. They eat humans, bullets kill them, and they taste like chicken. 我是最大只大只啊！哦，你是兔子。We got you there, Smarty Pants. I hate you guys sometimes. 哎，我可以看到你们的吗？哎，我可以看到你们哦。上面谁？旁边。上面谁？跳跳，准备准备。一二三四是什么意思？一二三四。得招。哇哇哇哇哇哇！我跳下去了。喂，喂，死的！你的脚印。三是什么意思 ？Flame thrower。四，四是什么意思？我记得你的三好像是地雷。Toxic。想换枪啊！哇，你们在走这样快喂？你在哪里喂？有脚印，有脚印，有脚印。老师，哇，在玩什么啊？这个游戏。可以跳了吗？这样，你按，可以一直飞吗？你按两次 space。那个怪物是真的还是假的？要打他吗？啊、假的。哦，恐龙来的嘞！你想放？你想跳这样高的？按两次 space。哦。你看你右边有那个体力槽。哦，好，看到。用完就要等。哎呦呦，看到怪物。要丢他吗？射他！射他！哇！丢！呜！在哪里啊？是怪物哎！在你旁边。哇！我什么东西都看不到哎、欸、喂！射他！在哪？怪物在哪啊？你在哪里啊？喂！哇，这风！哇，这人是要死的！我不懂发生什么事情了、啊。哇！不能，要做 setting。You know what I still don't understand? Is that using space toilets? Because that took me a while too. What? No, I mean the life cycle of these things. They hatch, and at some point after, I melt their faces. End of life cycle. Well, they do grow awful fast after they hatch.Exactly. And I don't think they're the ones laying those eggs either. Man, fucking tastic. Yep. This job rocks. Yeah. 哇，又是这么高啊。嗯，新地方。哦。哦，又是这么高啊。Right here! Motherfucking firebrand! Month of the dome. Goliath!在后面。Gotcha! Open fire!
靠，他快死掉！巨人真大，巨人真大！哦，好大只哦！我们打赢了！哇！我不懂在打什么哎，不知道在打什么。我们不懂在打什么，我也不懂在打什么啊！打到头晕了，眼睛都花了。哎呦！哇，等级三呢，直接！哇，不错下了。哎呦，我有徽章哦。要给钱？哇，才给我310块，太少了吧？怎么这么少？现在继续吗？哎，我做怪物呗。哦，我打你啊！嗯，我也做怪物吧。嗯，做不到，只有一个人可以做怪物。哇，他也不爽啊！奥斯卡要杀老师了。你在哪？我不在。不要走！不要走！跟我回来！喂，什么东西？发现我！哦，谁呗？猴子，猴子，奥斯卡！I'm gonna catch you, you better run. I'm gonna catch you, here I come. 看到你了，怎么你要走啊？打过吗？什么？他怎么？哇，你穿的什么护心卫？非常开心哦，你好大气啊，喂，不公平啊！事情啊，喂！我赢了，你赢了，我赢了，怎么可能？不要逃啊！哇，你跑还比我们快耶。欸 Hunters win. 为什么会打赢呢？被其他我被其他怪物杀死。你被其他怪物杀死。怎么可能被其他怪物杀死的呢？就很大只那种。哇，莫名其妙我打赢了，哇，太爽了！莫名其妙给我抢，莫名其妙给我抢，很讽刺。哇，九分钟就把奥斯卡干掉了，演员太刁难我。嗯，好啊，今天就玩到这边了。啊，
谢谢大家收看啦，请。